大家好，我是莹莹。这两天特别想吃面条，我们自己做那个手擀面，就擀面条嘛，炸点卤子那种。今天我妈就给我做了。面行，咱俩吃不了这么多吧？你爸。面和好了，放在里面醒一会儿。开始要打卤子了。面条的精华就在于卤子。放了肉末、木耳、野生木耳，还有点青椒，那是姜和葱。哎呀，这辣椒真辣！再打三个鸡蛋，把肉炒炒，先把肉末下，把木耳、青椒下锅，再打卤子，放点大酱，大酱是。起关键作用了。炸好的卤出锅了，木耳、鸡蛋、猪肉，还有啥辣椒，上面放了点小葱花。这是一只大鹅，这是我们家亲戚送的，我妈在称分量呢。退完去了。这个对的，毛没了，啥都没了，全是肉。看这些，我认识啊、哦，我认识啊，这是4斤。我花看不见呢，戴眼镜。5斤、6斤、7斤，7斤正好7斤，这倒是8斤、9斤、10斤，7斤、啊，7斤退完了不小。可以，嗯，哎，这大鹅呀，大鹅断溜了，又来了一只，挺胖的，真幸福。哎，真大。那天赶集，我看有个卖鸭子，他就冒充大鹅，他骗人。您这是农村的，我知道，这是我家亲戚给的送的。这边卤子炸好了，这边开始擀面条了。擀上大片了，撒了点不面，这个不面用的是这玉米苞米面，对，玉米面防止它粘的，撒完玉米面之后，这个面啊裹来裹去它不会粘。就是这么切，我们这手擀面都是用刀切的，看这面条放盖帘里头，一会儿就下锅了。盆子是凉开水，这个面条得过水，过水面条才筋道。给它盛出来，煮好了，看，烫手了。上桌喽，吃饭喽，吃饭。我老爸拿这小碗真好，古董。现在没有举锅、举碗、举大缸子了，是吧？搞这个，用不用搞？不用不用。拌点卤子，卤子就是这个面条的精髓。我给你盛盐，你吃多些。我够了，这行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嗯。能吃点吗？能。这个是刺骨家的叶子，夏天的时候我们采那个新鲜的嫩叶，把它用水焯了一下，放冰箱里冻上了。哎呀，真好，都比我能吃啊。我也吃不了这些。好吃了吧？辣不辣这个？不辣。辣。嗯，来点卤，是香的卤，多放点，不咸我多放点，不咸。哎，辣！拌一拌。其实这个东北的面条比北京炸酱面好吃，反正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挺辣，这辣椒真是辣呀！你爸说不辣，
青辣椒吗？嗯，熏熏的。是，就是。咱也来一口吃我家的叶子。有点苦啊，治病啊，这东西还是真苦。它味儿清香，苦是苦。啊，这面条子我们全吃光了。哎，好吃，都比我能吃。你看淘的这个干净。